是正月十五元宵节，给我在家学元宵。核桃仁、花生仁，小火炒熟。黑芝麻，小火炒熟。用碗碾碎，加蜂蜜，加白糖，搅匀，有条件的加猪油更香。捏成圆球，放地冰箱冷藏半个小时。把馅儿放地漏勺，蘸水，放地糯米粉，来回滚动，再蘸水，再放地糯米粉，继续滚动，再重复几次，滚到自己想要的大小。水开下元宵，元宵请大家参考。